相信各位女性已经非常知道在秋冬的时候呢要怎么照顾自己的肌肤，那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颈部肌肤的保养。那每一个女性呢都可以利用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每天来保养一下我们的颈部肌肤。首先呢我们可以取适量的产品在手部匀开之后轻抹在颈部的肌肤，然后接下来针对横向的颈部纹路做一个往后的抚平，可以从下面颈部的下方，然后中间的这一段，还有颈部的上方做一个往后的抚平的动作。那接下来呢，就是针对颈部跟轮廓线的拉提，我们可以用手从这边拉到另外一边，创造一个大家梦寐以求的 V 型小脸。每一个动作可以重复三次。每天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帮大家打造完美的颈部肌肤跟 V 型小脸。